嘿，各位亲爱的小伙伴，大家好，我是你们的小飞象，欢迎收看每天的 Roblox 游戏实况。今天我们来打造自己的海滨别墅，看到没有？周围的人家好像已经造的不错，一共有三位玩家，那么左边的好像已经造的差不多了，但是我们存的钱非常多。首先来造一下这个围墙，哇，这么多红点，看起来道具非常多哎。然后是地板，东西应该是挺便宜的。这个瓷砖，那么这个区域我们目前还不知道是什么，我们接着往前造就知道了。从左往右打造，然后我们这个房子瞬间出来了一半，这是卧室吗？我已经看到了床的样子，哎，让我上去。我的天啊，我又犯了一个错误，我被关在了这个里面。哎，每次都这样，小飞象造一些东西，那些东西总会把我关在里面。这是个柜子，我们需要用这个传送带传送到我们那个家，在哪里？在这里啊！好的，停下车！哎，好，回来。这次我们打造右边吧。右边的两棵树，花园，这是看起来，这是一个哦，这是周围的植物，这才是大门，对吧？哎，这才是大门。好的，一个门。那么二楼的话，我们现在造不了，需要把一楼的楼梯给造出来。叮。有点像玩那个之前健身房大亨的感觉一样，这是个客厅吧？真的好大哎！哦，地板已经出来了。好的，客厅好像造完了。那么客厅后面会是什么呢？哦，这个地板在抖，哇！我的天，这是个桌子，这是什么？台球桌吗？哇，这个海滨别墅看起来特别有钱的样子。这个是门，应该能啊？什么情况？不是，我以为这怎么会掉下去啊？外面有东西，凭什么把我掉下去啊？天哪！哎，哇！哎，这不是我的别墅，我走错了。这不是我的，我的是倒数第二个啊。哪个是我的？我已经分不清楚了。天哪！天哪！这个啊，哪个是我的？难道这个是我的吗？看一下啊，是我的。拿下钱。为什么后面居然是空的？不是吧？我要比他们早点把这个别墅给造出来。哎，一扇门，好，这次不要被卡在里面。来，走，造完就走。这是什么？哦，怎么没有地板啊？怎么感觉都悬空的这些东西？这也是个客厅。噔，这是个办公室了吧？哦，千万不要走到后面，是悬空的。那，我怎么造后面的东西啊？这是一个哦，这个厨房，开放式的厨房，很大。这里的门哦，我看到了楼梯了，终于我们能上二楼了。先把一楼的给打造完哦，两个楼梯，正当中是个柜子，不要往外踏一步。居然是悬空的，我都没想到，地板已经铺好了。那么一楼好像差不多了。这是个台球室吧，台球桌，你看有洞，看到没有？这是个大客厅。那么现在的话，我们就要沿着这个楼梯旋转楼梯上去。嘿，看一下二楼的房间，这个应该是卧室了吧，如果没猜错的话。你看有电视机啊，有床，果然是卧室。这个有没有楼梯能过去？这是扇门哦，还好没卡在门里面。这是个厕所，好，我们走，然后去那边吧。哎，这边好像还没打造完哎。噔，这是个什么房间？也是卧室哦。卧室东西贵吗？不贵吧，好像不是特别贵。2000哦，还是贵的，越来越贵了。1500，这边厕所里好像没有什么东西要造。这是个储物间，哇哦，能看到隔壁的房间啊。那么我们现在要去对面了。当中的楼梯是怎么造出来的？我们居然没有悬空的吗？哦，出来了啊！我就说嘛，怎么通到对面呢？能通到对面了。哎，好，这个地方海滨别墅居然有四个卧室，天哪！目前为止，哦，这好像不是卧室，这是一个休息室，没有床是吧？过来，当墙壁呢？这个什么情况？这两间房子没有隔开了的地方吗？这是个玻璃，现在还有20几万，29万应该是够的啊。啊，我们的海滨别墅3间卧室，一个休息室，对吧？哎，你看3间卧室有床，这个是没有床的地方。那么这里有一幅城堡的图，一幅海报，
那么接下来问题是我们怎么造后面的东西呢？后面东西居然都是悬空的，我怎么造呢？哎，这有扇门，嘿，哎，哦，把地板造出来了，哦，是一个超级泳池吗？哇哦，看起来是哎，哦吼，好棒！椰子树、水，这里是不是肯定有水啊？是个大泳池吧？来，这什么东西？哦，一潭花，难道不是泳池，只是个花园吗？噔噔噔，啊，水出来了，看到没有？我就说肯定有水嘛，对不对？哇哦，很贵吧？这个别墅40几万，造了我们20几万。这个别墅，海滨别墅啊，水造完了。哦，我们整一个别墅造完了，可以在这里游泳。这里是浅水区，这里是深水区。哇，你看淹过了小飞象的脑袋，这是温泉，我没猜错。你看它在冒烟，哦，天，太有钱了吧！那入口是在，哦，只有一扇门，哦，两扇门都可以从这里通进去。啊，这里还有个钟，这里有副城堡，怎么这家人都是城堡啊？这么喜欢城堡吗？从正门出来。啊，好像造完了哦，门口还有东西吗？好像没有了啊。这样的话，我们这个海滨别墅就造完了。门口好像没有什么跑车之类的，还是非常快的一个大亨啊。那么各位小伙伴，如果喜欢的话，不要忘了点赞评论，让我们明天不见不散，拜拜。